应该会吧，不过还是要看一下那个事情的意义。学费哦，但到国外念很贵吧？要不要建议他念国内就好了？10万吗？这个就有点多嘞，可能要考虑一下。因为啊，姐姐平常工作就很辛苦，感觉她这几年常常在调部门，很多事情啊都听她说要从头学，回家的时候也很像很累很累的样子。所以啊，她平常在工作都尽量帮妈妈把家里的事情照顾好，看能不能减轻一点姐姐的压力。那也因为姐姐啊常常申请部门轮调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更努力充实自己，让自己能够去照顾别人。华南银行。